哎，丽婷啊，你知道吗？政府现在允许我们可以从公积金里另外再提取一万令吉哦。是知道这回事，但是这么大笔金额，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退休金呢、啊？还有国家的经济。是啊，所以现在呢，民众对政府的这个做法呢，有两极化的看法。那你觉得该不该提款？我想啊，还是问问专家吧。留守待会的活力加油站。